今天早上已经确定了，你要当头条用吗？心情不错，还对记者开玩笑。柯文哲心中的头条是等了好久的第三副市长终于拍板。我们选的是政治大学哈财政学系特聘教授哈周立煌。我们跟中国大陆之间要积极的来合作。穿着一身套装，在政大校长候选人说明会阐述自己的理念。他就是政大财政系教授周立煌，学经历相当不错，还曾经担任过健保局副总经理，专长是财政学、政府基金管理跟社会福利财政。经过北市府各局处首长以及市长室会议两阶段投票，最后获得柯文哲青睐，准备接下市大运跟设计制度重担。这个学经历啊，什么都很好。另外是对目前的事务团队也有最大的互补性。他督导的是，主要是教育局、文化局、体育局、社会局，属于比较我们叫 soft way 的这种软性的这一部分。柯文哲的第三位副手好事多磨，被广告女王庄淑芬拒绝之后，一路从商界找到学界，最后找上周立煌点头出任。距离白日新政只剩一半的时间，柯团队总算全员就位。记者王玉珠、王媛媛采访报道。